中甲是全台南市唯一无桥商的所在。区公所结合着在地资源，拼观光，要争取桥商来开店。地点已经选好势，年底就要招标。台南的龙甲区是市内人口上少的行政区，社区无菜市啊，嘛无超商，嘛正做区公所关心的重点。这几年因为空山侪活动，加上拜六礼拜来遮爬山的人侪，公所就希望会当争取到超商来遮设点，让民众的生活更加便利。为了促进地方的发展哦，那我们希望能够借由超商的进驻，那带来旅游观光的人口，同时也方便当地居民的购物跟缴电费。即马公所已经选好要设点的所在，这个所在就伫咧龙岗市中心，加上边有学校、邮局等等单位，公所认为正适合。除了有学校、派出所，还有邮局都在那边，民众如果在那边的话，要购物也蛮方便的。现在桥商的计划已经送到市府核准通过，预计在年底就办理招标作业。